Hello， 我是酱，今天来试玩这个变形金刚模组。那我现在是大黄蜂，我身后这个呢是柯博文。我们现在大闹一下这个军事基地，然后等一下呢再 PK 一下好了。终于！但是我们这次是只有飞弹要对付这个柯博文，他已经被魔化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走过来变指尖陀螺啦？一个陀螺是怎样的？他上不去哎，好吧，我们下次再试另外一只模组来开这个指尖陀螺好了。这个他在打那个飞机耶，跳过来了。柯博文，我来消灭你，这次你别想要走。哎呦，追在我后面啊！哦，哇！凶哦，柯博文，虽然是你是我的大哥，可是我还是不能放过你。接受我的飞弹吧。哦，又以为你会出拳，我会打 ，OK？ 哎呦，哦，哎呦，痛哎！飞弹，发射！哦，等你瞄准到什么时候了？哦，凶哦！来，过来，帮我打一下。哦，那飞机爆了！哇，哦，他踹我！哦，我用爬的。喂，哦，哇，哈哈，四脚朝天的。哇，你除了那招还干嘛啦？哎呦，举飞机哦。行啊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要举那个，来，我站着给你丢，快点！哎呀，就这样子哦，切，哎，飞弹，哎，我飞弹发不出去啊，也要走嘛，对不对？又要丢东西了，你看还有什么？丢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指尖陀螺啊！妈丢指尖陀螺！哦，那么凶！飞弹发出去了！不要丢东西，不要再丢了啦！来，过来 PK 啦，快点！呵，这台绿色小飞机哦，干嘛踩我屁股啊？丢啊！丢！再丢我就打你的飞机！丢，开了这台车很烦。哦，你要丢东西了，来，喂，我让你，哇，还真给我丢东西过来，来把我抓过去丢好了。Come on, man. Come on. Face me.用拳头来打的，对啊，来呀、啊，快，拳头，哇，我被他抓起来丢了，哇，掉下去了，这个时候开伞，哇，天啊，凶哦，来吧，还好我会飞啊，来，对不对？飞一下，飞，哇，把那个飞机踩爆了、欸。哦，跳去哪里啊？停止！好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在飞，所以你跳来跳去就对了。飞拳！哦，发现第二段招式了，先给他飞拳。然后再给他飞弹打过去。咦，可是他瞄准怎么用？奇怪，他是要先瞄准飞弹，耶，打到人哦！哦，是要打到什么时候？嘿嘿，哦，我已经在冒火了，烧起来！哎，哈哈，抓起来丢！啊，不要闹了！哦，飞弹发射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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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咻咻咻咻，就丢了你。哦，我被他绊倒了啦，丢了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哦，他很硬哎，吃那么多颗子弹还没有挂。可恶，要走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先站起来，我先飞起来，然后他瞄准的时候，给他用力的飞过去。喂，哎，为什么他不行？他真的要瞄准才可以发射吗？刚才有成功过啊！出现十字剑的时候，给他飞拳过去，我又掉下来了。飞弹，咻咻咻！哦，哈哈，哦，被他踹了。哇，啊，摔出去了。这打不完，真是的。要过来了吗？是我的飞弹，咻咻。准备要丢东西了，来了！哦呦，你是青蛙哦！哦吼，红色的大青蛙！哦吼，哦，踢得我满头包！要抓那台车，他人还在上面呢。哦，那个人飞出来，啊，好可怜啊！哦，哎，我的招式按出来喽，咻，是吧？哦，那个人好惨啊，那个人又打飞了。哎，哎呀，没中哦。他把那个人抓起来了。啊，不要乱叫，我知道你很厉害。吃我的飞弹吧。吃，哦呦，哇，哈哈，直接飞到出去。Oh no！ 哦哦，要去哪 ？Come on man！ 哎，就不相信你会飞。丢到我吗？丢不到我，嘿嘿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你丢不到我的。啊，不飞了，你直接地上开打就好了。什么啊？哦，把我绊倒，那什么东西啊？飞机的残骸。你要先要丢什么？刚丢什么？垃圾箱。干嘛呢你？让你打不代表我很弱 ，OK？ 呵啊呵啊呵！飞弹！呵！哦！啊，居然会反击啊！呵！去哪？来！嘿！哦吼！他直接跳过来，呵啊！哎呦，呵，慢动作，嘿，哈哈哈！哎，就这样挂了，好吧？大黄蜂又获胜了，哈哈哈！好的，我们来今天来示范一下这个大型模组怎么样坐在车子里面啊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大只呢？因为他的人物在他的脚下方，然后是用隐形的，所以你看不太到人物，所以你看到的是外面这个大型的人物模组啊。OK， 不管了，后面一台绿色的车，我先上去一下啊。他坐上去的时候是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他就这样子移动的。哦，他是这样子操控方向盘的。
然后第一人称的话是很正常的，有没有？然后第三人称看到他是坐在后面的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我再换另外一个模组看看，这次给他换个柯博文。OK， 他为什么我转不过去？哦、OK， 因为他太大了，我把这个视角再拉远一点好了，因为他真的还蛮大的。OK， 这个视角，这视角，好的 ，OK， 可是哦 ，OK， 对啊 ，OK， 他是这样坐在上面的，然后他下车门会打开，然后这样子站起来，然后上车这样子，他一样会坐进去啦，然后就直接坐在上面这样开，然后完全看不太到前面都车怎么走，好像视角很怪，然后他不能切其他的视角。一人称的话就是一样是哦，一人称是只有这样子哦，不会吧？哦，对啊，一人称是这样子啊，很正常啊，看不太出来什么特别的。然后切换，哇，超大机器人坐在后面啊。OK， 下车。OK，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大型机器人怎么坐在水上载具好了，我猜应该也是一样的方式啊。我先跑到那个这个是海滩啊。欸、这边好多人哦、喔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呐、啊？这边好多人哎、欸，没有活动，没有揪我啊啊，没有活动啊，可以过去吗？欸、可以耶，可以这样穿过去了。哈哈，科普人游泳，这还蛮有喜感的。哎、欸，他沉下去了，好，很好，他怕水，我知道，赶快出来。为什么还要这样滑啦 ？OK， 我先叫一艘船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个船是在后面啊 ，boat。这个船 OK， 我看他坐在船上面的时候是长这样子。这个还蛮丑的。我看第一人称，所以我说他人坐在那个两只脚的中间啊。然后还有隐藏模式，看不太到人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坐在上面，这样还蛮有喜感的。OK， 我换一下另外一个模组看看，大黄蜂试试看好了。这个是哎，这个 ，OK， 他对啊，没错，他人就在中间。我试试看第一人称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切换了？刚才还可以。好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吧。来看一下，啊，离太远的话就变会破图了。哇，这个水好漂亮哦！好，我们下去再换直升机。这个直升机呢，应该也差不多那个方式吧。好，下来啦，先换回来。好的，然后现在换那个，这个是直升机。对，直升机的话也是一样，它直接坐在上面，然后它起飞变这样子。看看，它如果是第一人称的话会怎样？啊，第一人称不能用啊。卡 bug， 好吧，就会看到他坐在上面，他整个大模组都在上面这样。下去，然后这边跳下去，降落伞就你看降落伞挂在下面，所以他人物就真的是，那蛮怪的。哟，好。介绍到这边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